这个是棒球的投手，在美国发展。哦，我有两个，一个是篮球教练，他是钱伟山的爸爸。抗日将军的儿子是作家。好，我这一个呢，他跟某一个演习同名，然后他有很多太太。郑志龙，篮球哪那么老啊？啊，那是那不是我的，你是不是认成钱志龙啊？钱伟山的爸爸怎么会姓郑？哦，对了。